看了程英小姐的表演，相信大家都特别感动，完全沉醉其中。两人虽然表演的是同一首歌曲，但是风格却截然不同。好，再次请出我们的柳云小姐上台。 那么现在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。究竟谁能够获得我们第一届上海最佳新星的桂冠呢？我相信各位一定和我一样很难取舍，但是决定权都在你们手中。现在每人手中有两面旗帜，一面是红色，一面是绿色。红色代表程英，绿色代表柳云。我数到三，各位将做出你们最艰难的抉择，选出你们心中的最佳新星。 好，三、二、一，投票。好，我们飞快地统计了一下，程英小姐的票数是45票，柳云的票数是40票。不过最关键的还是专业评委的投票，他们的一票等于是观众的10票，请我们的评委做好准备。一、二。 三，请投票。好，现在是一目了然，我们评委和观众是一致的。那现在我正式宣布，获得我们第一届上海最佳新星的是来自金舞台的程英。好，太好了。 接下来，请法国大使皮埃尔先生为两位新星颁奖。你好，你好，祝贺你！谢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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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，恭喜程英，祝贺你。 太棒了！林小姐，请看这里。来，再来一张。大家笑一笑啊！来，笑一下，笑一下。好，看这里啊！哎，好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哎，这还有这个。总是这样，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文中都会出现在我身旁。 毫不吝啬地伸出援手，帮我渡过重重难关。看着他那熟悉的、腼腆又有点坏坏的笑容，我再也无法抑制对他的情感，哪怕一瞬间也好。我想听从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。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不管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：你程英的事情，就是我高文中的事情。以后不管什么时候，你遇到任何问题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你怎么会突然回来了呀？ 你这么重要的事，我还能不回来？谢谢你啊，文主。我想得很清楚了，我不会再逼你做任何决定了。以后我会像现在这样好好的陪着你，好吧？你哭什么呀？你现在是上海滩的最佳新星了，好不好？被别人看到你哭鼻子，你羞不羞啊？ 一会儿就要开记者招待会了，好好去准备一下吧，补个妆。傻姑娘。
准得寸进尺。我们知道您到上海没多久就获得这样的成就，谢谢。我的问题是，您以后有什么打算？还会继续留在金舞台吗？我们以后还会看到您的节目吗？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金舞台的栽培，我觉得这个荣誉它只是一个称号，更重要的是我要带给观众更多好看的节目。接下来我们金舞台还会推出更多新的形式的节目，到时候希望大家多多关注。在这里，在这里。程小姐，下一个。这段时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印象最深的，当然是我们金经理还有林老板对我们这些演员的尊重。其实我们能有今天的成绩，不只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能力比较强，更重要的是，金舞台它确实是上海唯一一家作风正派、表里如一的演艺场所。说得好。光拍照不提问啊？其实我跟程英的关系还用在这问？等一会儿独家专访啊？嘚瑟死你！林老板，您进军娱乐行业的第一步可是轰轰烈烈，那下面有什么进一步的打算？接下来我们想把公益和表演进行一次完美的结合，我们会借助程英的知名度，啊，来一次淋漓尽致的文明倡导。服务员，那个丁莹在什么地方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太清楚。哦。再来一张。哎，靠近一点。对。看这里。请看这边。好，沈小姐，看这边。哎呦。真是老天有眼，让我在上海又找到了一条大鱼。这下老子要发达了。林老板的金舞台真是名不虚传，今日一看果然不负盛名了。以后啊，多来捧场啊。那是一定的。再见啊。再见，慢走啊。哎，好。金姐呢？哦，她回金老板那边去了。汇报一下新星大赛的情况，啊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。走。哎，不管怎么样，程爷也算是不负众望，终于赢得了比赛。我们金舞台呢也因此名声大噪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呀，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词曲歌舞都编排好了，背好了，这样金舞台今后一定会越来越火的。可是这一步走得也太险了，要不是高先生关键时刻出现，柳云抢了程英的歌先出尽风头，程英可就危险了。不过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，柳云究竟是怎么知道程英的词曲编排的？我记得他在离开金舞台之前呢，一次都没有看过他的排练，是不是啊，丁英？啊，不是我，你们都看我干嘛呀？柳云虽然没有机会去看程英排练，那我就有机会了吗？再说了，
我跟柳云虽然是好朋友，但是给我发工资的可是金舞台，我帮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就是，你们可别冤枉人，这词曲泄露也不一定是咱们内部人员干的呀。反正不管是谁，只要被查明出卖程英的词曲，金姐和林老板肯定不会放过他的。走吧。钱给你准备好了，拿了钱就走吧，从此咱俩两清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再也别来找我了。哎，先不急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们那个林老板什么来头啊？拿了钱就赶紧离开上海吧。我问你，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我啊，他是不是挺有钱的？金舞台是他开的吧？是。想不到这小子现在混得挺好啊。我不走了。你给我找个机会，我见一下他。你不是说你拿了钱就一定离开上海的吗？你知不知道为了给你凑这些钱，我连我最好的朋友都背叛了？我求求你，放过我好不好？哎呀，我拿了你的钱啊，咱俩的事儿就两清了，我肯定不会再纠缠你了。但是呢，我跟你们老板是老朋友，你就找个机会让我跟他见一下，我跟他有私事要说。他是大老板，我都见不着他。再说我已经自身难保了。我怎么有办法让你见到他？怎么可能？不帮我呗。行，反正你不帮我呢，我就自己去找他，然后把你以前那点事儿跟他一聊。哎，要不干脆我上你们宿舍跟你们同事。明天是开例会的日子，他一定会来。临近中午的时候，你去找他吧。谢了啊，妹子。你醒了？嗯。来来来，稍微坐会儿啊，慢点儿。怎么样？好点没？你还说呢，只说你蠢啊！你还真是个猪八戒，呼噜打得震天响，还让不让人好好休息了呀？我打呼噜？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还疼吗？你说我这尾巴都切掉了，怎么就比不切还疼呢？阑尾不是尾巴，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你怎么都不记得呢？不记得怎么了？说的你好像多有学问似的。哎，那你倒是给我说说看啊，我这尾巴是怎么会痛的呀？阑尾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不给你抬杠了，省得你再生气。肝呐、胆呐，再出了问题，我还得给你出医药费。你竟然敢咒我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哎呀，小月呀，你看看你，都到了医院了，还大呼小叫的，对青田能不能温柔一点啊？温柔？不会，我这对他这么凶，他都还欺负我呢。你看人家青田把你送到医院，整整陪了你一个晚上，还帮你付了医药费呢。青田，这手术费一共多少钱呀？哎呀，没关系的，我这几个月呀，打工攒了一些钱，刚好够用。哎呀，对了，我得去看一下我妹妹，我还不知道昨天晚上比赛的情况呢。既然你们来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小月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。嗯。啊，那快去吧。
林老板，有些突发情况需要您来一下。什么事啊？突然来了一帮人，说是要收购金舞台。什么？卖报卖报，最新的报纸了，最新的报纸。卖报卖报！太好了，程英他果然拿了冠军了。哎，老板，嗯，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像以前皇宫里面，女人们伺候皇上一样睡觉呗。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这是报纸上说的，又不是我说的。别胡说八道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他的名声。你这儿有多少这样的报纸？我全要了。哎呦！老爷，大哥，七凤，我来了，坐吧。哎，比赛搞得很好，这两天辛苦了。阿凤都跟我说了，大哥，那些新闻，其实那些新闻都是庞达昌搞的鬼，不足为信。是啊，捧新星捧不过咱们，就弄这种花边新闻，真是会搞小伎俩啊。大哥，我这么着急过来呢，是有要事相问。你这么能干，自己拿主意就行了，还问我这个退隐江湖的人干什么呀？是这样的，刚才有三个人冲进了金舞台。他们说要收购金舞台，还说是这么做是经过大哥您同意的，我想来确认一下，到底有没有这回事。应该杀亮他们，真是够心急的，昨天刚打了招呼，今天就赶过来了。不过世伟啊，你要好好招待他们，不管价钱谈得拢谈不拢，人家是为了收购金舞台，大老远从外地赶过来的。大哥，您这么做到底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新星选举之后，金舞台可谓是万众瞩目，现在正是金舞台的鼎盛时期，如果趁这个时候把金舞台卖出去的话，一定能叫个好价钱。金凤，金舞台可是你一手经营的，难道你也同意了？这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？金舞台虽然我们俩有股份，但是话说回来，大哥才是最大的股东，我们参与其中只是帮大哥去管理。如果大哥想拿金舞台套现的话，我当然是支持了。难道是因为募捐会的事？你就不用瞎猜了，你的心思我都明白。你要做正经生意，你就去做好了，我不拦着你。大哥，最近因为事多，可能忙晕了头，忽略了这些利害关系。我毕竟是后辈，如果有些地方做得不好的话，还望大哥您能体谅。这样吧，募捐会的事情我们随时可以启动，只要把这个账目做到天衣无缝。您看，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。是，大哥是用你的募捐会洗黑钱赚了点茶水钱，不过你的事业我是全力支持的啊。你总说你觉得有些生意有损你的形象，明明是你在用我的产业提升你的形象，又不让我赚钱，大哥也没有说什么呀。可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大哥，我知道金凤对我好，大哥我错了。我现在老了，不想再为钱奔波了，与其每天在外面劳碌，我倒是更愿意和阿凤一同吃吃饭、喝喝茶，享受一下天伦之乐。不说这些了，阿凤啊，金舞台的事情你多盯盯吧。世伟手头的事情已经够他操劳的了，别让他分心。嗯，看样子我又得忙起来了。哦，对了，之前望京哥不是被庞达昌的人偷走了吗？那现在金舞台要卖出去了，那我还查吗？宁养懒汉，莫养家贼，千万别养虎为患。就算明天卖出金舞台，今天也得把这个内鬼查出来。
这种吃里扒外、不懂规矩的家伙，必须狠狠地教训他一下。你说呢，师妹？啊，是。哎，我说，你跟程英打算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？你就别装了。你都因为你那难以抑制的爱意逃到昆明去了，又因为你那难以抑制的爱意从昆明赶回来，这么痴情的守护人家，没想着再往前进一步。我现在真想不了这么复杂，走一步算一步吧，顺其自然就好了。再说了，我不就是在他比赛的时候帮他弹了钢琴，唱了首歌吗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哼，您还说去昆明要把小说一口气写出来呢，现在怎么着，转了一圈，小说写出来了吗？全无灵感，怎么写也觉得不对劲儿啊。是女主角不对劲吧？出去一趟拍的照片都够拍一本写真集的了，有一张是我的照片。是模特不对劲儿吧？看你长成这样，拍出来比例都不对了。嘿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我可是为了你把鸿雁跟工作都放下了，陪你去散心的。呦呦呦呦呦呦，还急了还？还把鸿雁放下了？你什么时候拿起过人家呀？我，你这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人，你别耻笑我啊！今天的报纸你也看见了，现在程英跟林世维是越走越近了。我骗不了我自己，他对我的感情什么样的我不知道，但我对他的感情我是控制不了了。是啊，这感情的事要是能控制得了，世界上也不会有那么多痴男怨女了。哎，我总觉得他看你的眼神不像是不喜欢你，反倒像是有什么苦衷。说实话，这么久以来，我一直觉得程英有一个事儿瞒着我，但是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。他刚到上海就认识我了，他经历过的事儿我也都经历了，他的母亲跟他的哥哥我也都认识，还能有什么苦衷呢？这过了一辈子的老夫老妻，都指不定有个把秘密呢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去金舞台看鸿雁了，走吧。你先去吧，我把照片再收拾一下。行吧。难道你不想跟我解释一下吗？解释什么呀？你明知道我要在南京开分店，说好了金舞台由你全权负责，这一旦成功了，金舞台的前途将不可限量，至于价值，绝对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。口好渴呀，想喝点水。我在跟你说正经事呢，你能不能认真一点？怎么你想说正经事的时候就得说正经事啊，我想说正经事的时候就说不了呢？你跟大哥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们想要什么？你的所有家产都是大哥起的底吧？大哥是最大的股东，要非要问起想要什么的话，也是我问你对吧？是因为募捐会的事吧？他至于吗？还给我下马威？行，凡事都可以商量，不是不能做。很遗憾，我大哥要的不是这些。那他想要什么？想要卖金舞台。什么？你明明知道金舞台对我有多么重要。世维，你还记得当初想做金舞台，是想送我一个礼物，所以取名叫金舞台，不是你林世维的林舞台。金峰，难道你就不想让你的金舞台发扬光大吗？发扬光大有什么用呢？哼，人心我得不到，我要个破礼物干嘛呀？我真是过够了这种貌合神离、行尸走肉的日子。要不是对你还有点感情，我早就离开这个家了。你是不是跟大哥说了什么关于我们的？说了，想要卖金舞台啊。金舞台属于我和我的家人。你是我的家人吗？
等下金姐和红颜姐可能会跟你说忘情哥被盗的事儿，我就不进去了。待会儿咱们一块吃午饭吧，好吧？嗯。抓内鬼的事，你们多上上心。哎，你们来的正好。大哥，我要去商会办点急事。文忠啊，如果你有时间跟红颜好好探讨一下，帮我出出主意。是啊，这首歌是你帮程英写的，咱们一起想想办法。好，嗯，去会议室吧。嗯，老板，艾美友先生要见你，等很久了。我不是说了不见客吗？我跟他说了，他说他是淮安来的。叫他进来。啊。哎呀，林老板，想见你一面还真是难啊。行啊，混得不错啊。听说你是从淮安来的，咱们之间认识吗？哎呀，林老板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这样吧，我提醒提醒你。10年前啊，我在一艘船上做过一笔生意，没想到呢，生意没做成，带我们上船的人呢，还让人给杀了。听说那家两个小姐也掉江里了，只有他们家女婿活下来了。我想这事儿你应该不陌生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做那笔生意之前呢，听说他们家过夜点事儿，我想这事儿好像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吧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在淮安呢犯了点事儿，有一臭警察天天跟着我，天天跟着我。我想林老板应该能够替我解围。你要是能在上海滩再给我找口饭吃，那就太完美了。这事儿对你来讲不难吧？你凭什么让我答应你？你必须得答应我。哼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哎，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想杀我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当年立的那个投名状，还有那个傻老三手写的往事，都在我这儿。杀了我这件事情马上就会公之于众。我想你林老板这么聪明的人，应该不会给自己找这麻烦吧？你去南京，我安排。南京，哎呀，我去南京干嘛呀？我到了南京，警察抓我，我找谁说去？我告诉你，我就要在上海，而且就在你们金舞台。行了，你也挺忙的啊，这件事情你赶快给我办明白了，快点啊。这次歌曲泄密的事情一定是内部人干的，我昨天回去越想越后怕，我们金舞台竟然养了这么一双眼睛，一定要尽快把它给我揪出来。我听柳云唱的版本应该是最终的版本。程英，你再仔细想一下，这个版本还有谁知道？林老板交代过的，这首歌事关紧要，所以我很小心的，每次都是自己在琴房练，除了我们几个人听过，也就只有允明、丁莹、如风听过。可是他们三个向来跟柳云关系不好，不可能帮柳云来害你啊。但是如果只有这几个人听过的话，那么嫌疑人一定在这三个其中。程英，你仔细想想，最近他们三个人有没有谁不对劲？我这次来是想跟你借点钱，就是你上次见到我那个表哥，他又来找我了，
你现在有多少借给我，我今后一定还给你。他这次要多少？800。800？他疯了吧。程英，对不起，不可能，不会是他的，不是他。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？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你想到什么就赶紧说，不管是谁必须得严办。没有了，我是刚刚想过，对这个比较熟悉的，也就是那个编舞老师，但我想想应该不会是他。这个肯定不会的，这个编舞老师我已经认识10多年了，人品绝对可以放心。金姐，你看这么干想也想不出来，要不您给我2天时间，让我回去再琢磨琢磨，想到什么我再跟您汇报。必须得快，这个人一天揪不出来，我这心一天就是悬着的。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跟之前进舞台起火是有关联的，我们一定要尽快把这个人找出来。要是有什么眉目的话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。谢谢。请慢用。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人了，你可以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是谁了？我也不确定，只是胡乱猜测而已。对我们忘情歌最熟的除了你跟我之外，也只有丁莹了。可是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去帮柳云呢？不知道啊，我也只是觉得他最近有点不太对劲儿，希望是我猜错了吧。我觉得你最好去跟他谈一谈，这个罪名不小，如果被金凤姐查出来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好了，不说这些影响心情的事了，我送你一样东西。这是哪里啊？这是释然之地。什么释然之地啊？我就是在这块地方啊，突然有一种可以放下一切的感觉。我知道你去不了昆明，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回来送给你，很美吧？挺美的，谢谢啊。我希望如果你以后有烦恼，你就看这张照片，你就可以开心起来了。哦，实现梦想的感觉怎么样啊？什么实现梦想啊？我是说你现在不是成了上海滩炙手可热的大明星了吗？你就没有什么感觉吗？那有什么感觉啊？跟以前没什么两样。可是我看可不一样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在火车站往我怀里钻的那个小姑娘，跟现在端庄大方的你完全是判若两人，恍若隔世。哎，我们俩算不算已经和解了？和什么和？合上你的嘴巴，话真多，还不坐回去吃饭？哎，这才是我认识的程英吗？哎呀，红运姐，金舞台的姑娘们要买什么，让她们自己来买不就得了，非得让你一个人来买。你说，这要不是遇到我，这些东西你哪拿得了啊？拿不动你就回去，又不是我让你来的。嘿，你别看我是一读书人，提提娜娜这种事情我可是……哎呀，我的东西，你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帮我捡啊！哦哦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我长这么高，每天不是撞门就是撞柱子，早就撞习惯了。再说了，能看到你笑，我多撞几次也值得呀。你们这些读书人呢，就知道强词夺理，明明是自己笨，还背一肚子理由。那不是胡一雄吗？胡一雄是谁呀？他是个小报记者，
之前一直在报道金武台的不利消息，像程英身世不好，还有程英被客人轻薄，以及昨天程英和林老板的亲密照都是他爆出来的。文中找了我好几次，让我把他约出来的。他来世纪百货干什么呀？不会是又要报道什么对金武台不利的消息吧？大仁哥，韩老板说你办事得力，所以我就多给你一些钱。这干嘛？算是对你的奖励。谢谢大仁哥。我听说过两天林世维要去参加一个慈善活动，你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。如果能拍出上次那样的照片，固然是好；如果拍不出来，你就找人多的时候向他提问，问他跟程英的关系，越刁钻越好。啊，我明白，你说这到时候啊，林世维他不管说什么都可以转变成我们想要的意思。我就喜欢你这聪明人，等事成之后我再跟你约个地方，给你钱。好，行，谢谢大仁哥，那我先走一步了。走吧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程小姐，你们认识啊？这位是林老板新招的保安经理荣哥，我正打算带他去安排宿舍呢。荣哥是吧？我呢是金武台的法律顾问高文忠，方不方便借一步说话？我去一下啊。嗯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是不是还想跟丁英要钱？你已经把他逼得够惨的了，就算你是他表哥，你也不能没完没了的勒索他。你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可就报警了。我是林老板请来的啊，再者说了，我就跟丁英要了800块钱，他已经把钱给我了，我干嘛缠着他呀？800？丁英给了你800？嗯。他哪来这么多钱啊？这个我不知道。行了吧，没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哦，对了，以后啊，咱们就是同事了，有什么事儿找荣哥，荣哥罩着你们啊。嗯，还用去找丁英问一下吗？不用了，已经很清楚了。文中程英，哎，山青红雁，哟，搬运工啊，这次你可得好好感谢红雁了，我们刚刚有了重大发现。内鬼竟然是大成，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说帮庞老板付钱。喂，你确定吗？全身的罪，原罪的根。
为情曾爱过，为爱去恨过，最后只剩下罪过。